对了，我听说啊，就是那个去年啊，在那个有人从南部很多人来台北，好像看那个101那个跨年的烟火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听说那个整个台北那个忠孝东路对不对？还是什么路上，都是人在跑，就是快到倒数的时候，然后到处都是人。那今天大家今年大家那个跨年要小心这样子。就是为了这个啊，我只是关心大家。像刚才就是一个示范，就前面的那全部快点。希望大家今年就是跨年的时候。什么东西坏掉了？骨刷啊，骨刷。坏掉在哪？怎么办？没有啊，就再买一个啊。哦。为了表演，为了艺术，这点牺牲算什么？我一点都不紧张，我现在手上都写着人质，然后吃下去。团员们，大家做大怒神，要放心啊！大怒神，不算，坐飞碟，我在下面，大家等啊。OK 了，没问题。老师 ，stand by， 耶，副导 ，stand by， 小梅。这是我们家最可爱的狗儿子，叫做江江。他好，快点做 ending， 好，比较多。谢谢大家今天参观小薇的家。那我 follow 他的逻辑，我也在想一个、哦。昨天呢，我半夜就是突然很想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就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就发现地板湿湿的，然后于是就差点要滑倒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是体验到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你们以后半夜上厕所的时候，一定都要小心，不要滑倒哦，好不好？不如谢谢你来 follow 一个逻辑。我昨天晚上，我昨天晚上没有，昨天晚上好晚睡，然后就一直弄东西，弄到早上。然后就觉得好累哦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一直起不来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赖床，就多赖一个小时，多赖半个小时，再多赖十分钟，再多赖五分钟，十分钟。结果呢，我知道了，你看我还是早点睡。不会啊，给大家贴心小叮咛啊。我觉得会冷场。你就从昨天晚上开头，就大家就会笑了。昨天晚上，我经过我家管理员的时候，他叫我拿包裹，然后每次就是我最近都不敢面对我家管理员，因为每次他叫我拿包裹的时候都说：“你有罚单。”然后每一次都有罚单，我一个月已经拿了三四次，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不要开太快。那如果来看苏打绿表演呢，就大家要有站久一点的那个，回去要抬脚。我这边喜欢抬脚，然后抬在那边，然后十分钟腿就麻了。麻了之后呢，我发现一定要穿内裤。